特多你好 ，Hello 梁小姐你好，你好，我自己你知唔知道我一路都以为特多是你的英文名嚟嘅，哦，我以为是 D A D O 啦，咁原来 D A T O 特多咧系拿督咁解，系啊，咁啊拿督你好，你好，你好，梁小姐，咁我其实我生平里边咧都认识过一啲拿督嘅，咁就你啊最幽默嗰、那个，哦、但我惊你喺，我惊你喺镜头面前有啲怕丑啊，少少唔惯咯。是不是的是啊，我本来呢就跟特多做过 live 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啦，我们就在这个情人节晚上呢就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好像很浪漫一样，但其实呢我们成台都是女仔的，成台都是特多的同事，是啊，是啊，很多谢大家，因为我来了吉隆坡，大家拉大队出来跟我吃饭，放啲靚女放棄曬同男朋友食飯，係咪約咗夜啲啊？全部係見楊小姐你啊，唔係因為我啊。多謝多謝多謝。咁你都近來都聽講過香港嘅情況啊，嗬？係。疫情嘅情況，咁香港都幾嚴峻啊！個情況咧就係我哋由新年開始咧就鼓勵我哋唔好咁多人同人緊密嘅接觸，咁所以咧就好多人翻工咧，即係都係。work from home 啊，而家緊張，香港緊張，好緊張。咁但係你覺得馬來西亞咧？你我哋呢邊就冇香港咁緊張，亦都冇香港咁嚴重。基本上因為馬來西亞離開中國大陸會遠少少。第二嚟講，我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新加坡、香港和日本是很嚴重，比較嚴重性，比較嚴重。基本上我看到是因為他們人口的密度很密啦。是啊，我們即是在街。是啊，街邊人撞人啊，幾乎周不時啊。第二就是大家都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是，這三個地方都是很多。所以容易傳染是，個巴線率比較高啊。我呢邊就人的密度就冇咁密嘅，比較闊嘅。第二好多人都是用私家車，咁啊機會性係少好多。好啊，咁啊希望即係馬來西亞都即係大家都安全啦、健康啦咁。咁不過我呢幾日咧嚟到馬來西亞咧都有啲觀察嘅。講個今日嘅少少嘅笑話俾你聽。咁我哋就叫咗個 Grab。咁喺馬來西亞就我哋香港就會係的士或者 Uber 啦。咁喺馬來西亞東南亞好多地方咧就用 Grab 嘅，咁係一個好好嘅 app， 又係叫車啊，又係有嘢食啊，幫你去買餸都得嘅。因為馬來西亞嘅 Grab take over 啊，馬來西亞嘅 Uber 啊。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啦，而家就好方便啦。咁我哋今日就上咗架 Grab， 咁咧個司機咧遠遠見到我哋，可能認得我哋係香港人啦。我哋上車咧，佢自己已經落咗車啦喎。跟住佢就話：我要去買啲嘢先。咁佢就走去我哋唔知啦，唔見咗個司機，咁我哋咪上車戴曬口罩啦，全部戴曬口罩上車。咁跟住個司機咧就原來佢就跑咗去隔離嗰間71。咁跟住佢就上車，佢就好 worry 喎，佢個樣上車之後，佢就話：我買唔到啊咁樣。跟住我哋話：你買咩啊？佢話：我想買個口罩啊。咁即係而家咧係可能即係揸車嘅司機哥哥咧，佢哋見到我哋香港人或者內地人，佢都會擔心，因為尤其是見到我哋咁高度戒備。你戴曬口罩，跟住我就好唔捨得咁喺我個袋嗰度攞咗個口罩俾咗哥哥，跟住咧我俾佢嗰陣時咧，我揸住諗下，又唔係好想俾佢喎，跟住佢喺度掹喎，跟住我就諗，我就揾咗個藉口，我希望最後一個機會說服佢唔好攞咗我口罩，我就話其實咧我個口罩係女裝嘅，你戴會太細嘅，佢話唔緊要，攞住，跟住我就戴咗全程咁樣，咁啊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咁我自己見到嗱，因為吉隆坡咧呢一個。好旺的地區呢其實就相信已經是即係叫做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啦。我哋而家喺香港咧就話保持兩米的距離啊，即係話你起碼要有六尺英尺，係啦。咁啊，即係如果你喺個街磚就六個街磚咁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吉隆坡有啲好多人嘅地方，譬如最多人嘅超級市場啊，或者係百貨公司啊、街啊咁樣，咁或者係車都係近嘅。咁所以咧就我自己。觀察就三成到咯，三成人係會戴住口罩咯，係啊，係。咁但係即係一切小心啦。我哋而家話最緊要就係多啲洗手啦。
好啦，咁我其實今次嚟咧，你又問我係咪過嚟度假或者係避難咁樣係咪啊？我咧就其實輕鬆，唔係避難。係啊，都一早 plan 咗嘅。咁我本身就係諗住新年嘅時候就嚟喺香港，咁但係就大留喺香港咧，其實都出唔到街。咁就咁啊 plan 咗嚟呢度咧，我就想嚟睇一睇啲 office 啊。因為你知道我很喜歡創業的，很喜歡自己想些計仔，想些生意仔做一下樣，我也很鼓勵別人創業的。我今次來到呢，我其實就去周圍看了一些 office， 即是計劃定而已，就雖然未說決定了會做些什麼了。你意見呢，你覺得如果我們有香港的人移居來這裡，又想做一些小生意，你覺得有沒有商機在這裡 或者做什麼好呢？我自己本身都有辦公室和公司在香港，在這幾年裡面，我的觀察，香港人和馬來西亞人的分別，我看到如果香港人來到馬來西亞，根本都要做生意，根本都不是一個很艱難的挑戰，是不是一個大挑戰的，因為我看到香港人呢是很勤力的，亦都好博取啦，嗰種香港精神喺嗰邊啦。如果單單淨係走嚟馬來西亞，係淨係退休嚟講咧，當然係好啦。但係亦都唔需要淨係退休啊，可以做啲嘢，可以。即係你意思係，譬如 MM2H 個計劃，其實都係可以嚟到再投資做生意。你唔可以打工啫，但係你可以做生意啦。但係好有啲生意係根本對你嚟講係易而反掌嘅。例如咧？譬如。開餐廳啦、酒樓啦、貿易啦，同埋呢個啲專業顧問啦，顧問公司，你哋可以喺馬來西亞開嘅，馬來西亞係好歡迎嘅。頭先咧，你話咧，我哋香港人好有博取精神，係咪？即係好。其實我們很有博取精神，和都很有博彩的精神。博彩，我們馬來西亞也有雲頂。是嗎？是雲頂現在發展整得很漂亮，我其實都上過去看過，我沒有入到賭場，因為我聽說有些呼籲就說怕很多中國人聚集，那就說不如這陣子就不要上去賭場了，不理是不是少了很多呼籲，但 anyway 我都想去看了，去吃東西這樣啦。咁咯，咁就係啦，咁啊頭先博取精神，我哋香港唔講博取精神嘅，拼搏精神。拼搏精神係啦，但係都好得意嘅。有時我哋聽馬來西亞朋友講廣東話。嗱，頭先你就提過幾種生意啦。你話餐廳，咁我諗香港人都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尤其是我相信去嚟馬來西亞開餐廳嘅話咧，其實會唔會嗰個成本？是比我哋香港肯定會低很多很多。第一租金已經低很多了，其實開餐館以我的分析，租金已經拿你 大部分了。你講香港嘛，梗係啦，咪攞曬，咪攞你交到租好叻噶啦，每個月。第二就是你的食材啦，食材呢度嘅食材肯定平過香港，譬如很多。老鼠斑、七星斑、龍燉、蘇眉乜嘢都係呢度交上去嘅，呢度成本又低，呢度啲海鮮又平，所以你嘅食材都平咗啦，同埋雞呢度有好多新鮮雞啦、就地雞啦，所以種種係呢啲烹調嘅嗰種技巧我睇唔到有咩問題。看不到有什麼難度，是不是？沒什麼難度。我想其實還有人工，人工即是香港的，如果你經營一個生意，人工租金會是最大的挑戰。食材那些就反而我又覺得看看你做什麼，就是厲害的或者是你計掂條數，反而食材就是必須要給的，看看你要什麼。但是如果譬如我們香港人來開餐廳，假如我也有做飲食的，所以我也有想這件事的，開餐廳或者開一個專業的廚房，有沒有說一定要香港人，首先我可不可以自己擁有那個公司，可以有沒有規定我要請多少本地人，或者我用不用意請回香港人來做事的呢？
冇一個好嚴厲嘅一個條例，以我所知暫時，但係以我暫時所知嘅，只係需要註冊一間公司，係私人有限公司，係私人有限公司，同埋 pay up capital 咧係馬指50万以上。paid up 嘅，即係一早攞出嚟嘅，50万馬指，即係100万港紙度。對香港人嚟講都唔係講一個難度。咁跟住就有冇話一定要請幾多本地人啊咁樣㗎？請曬自己啲朋友啊，香港人嚟做得唔得？你攞到去 work permit 咧？你攞到去 work permit 咪得咯？容唔容易咧？會唔會有個保護制度，即係有好一定要請翻本地人咁樣？你一定會講點解我容許啊？例如譬如廚師。是有一個 skill， 是一個技能。如果那個技能是這裡人取代不到的，他就可以批給你。這個都跟香港的情況差不多，其實就沒有明文規定哪裡准請或者不准請。即譬如我又有搞體育啦，譬如我們球隊你要請一個外援，因為香港沒有這一種的人去踢呢個位，冇呢個 skill 咁樣，其實都係睇佢當時會唔會批准咁樣啦。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我哋講嘅流行嘅創業啦，即係年青人啊，都未必年青嘅，即係可能好多人有一份工或者有啲積蓄咁開始諗住創業。其實我相信都會係最初都會係搞一啲小生意。咁你頭先講 trading 就好啱啦。trading 嘅意思即係話你買啲嘢入嚟就買翻啲嘢出去。貿易啦。係啊，貿易啦，係啊。咁譬如呢度流行有啲，譬如咩類型嘅貿易會喺呢度發達啲，或者係多啲機會嘅？乜都得㗎，乜都得。總之人口年輕化，跟住個 consumer power strong， 即係消費力強，乜嘢 trading 都可以玩啦。我嚟到呢度嗰陣時咧，當然犯法嘅 trading 唔得啦。OK， 咁我嚟到呢度嗰陣時咧，就聽到個消息喎。我嚟到嗰日星期一，咁我聽到有啲商界嘅朋友講話，哇！今日股票升咗好多啊！你即係啱啱過去嗰星期一。咁原來咧，因為馬來西亞咧就好多製造啲塑膠原料嘅嘢，咁而家就話好多醫護嘅物資啦嚇，咁可能都要用到塑膠，咁所以咧其實就高咗好多。尤其是咧，原來馬來西亞係申請好多膠手套嘅喎，係啊，即係嗰啲醫學用嘅膠手套嘅嘛。我都做啲 trading 咁樣攞啲翻香港買下先。可以啊。係啊，係啊。咁我見到好多朋友嚟到呢度，亦都係周圍去搜刮下一啲而家香港好缺乏嘅物資。係咁樣 trading 啦，食物啦，嗱，即係食物嘅 trading， 我相信都會有啲市場。係啊，即係香港人都會好中意唔同嘅東南亞嘅食品咯。因為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的餐廳，有本地的馬來餐，有西餐，日本餐，中餐，中餐也有分很多，有客家菜，是有很多客家菜，廣東菜，或者是潮州菜，或者是湖南，中國哪裡的都有，開始很多中國人開始在這裡開餐館。咁你頭先又另外講啦 ，trading 之外咧，另外一樣就係 consultancy 啦， yes， 就係話如果你譬如係專業人士，你去譬如你律師咁樣，你開間律師樓或者係法律顧問嘅 consultancy， 咁得唔得㗎？律師你就愛一定愛攞呢邊嘅專業文憑，執業嘅牌照啦，係啦。譬如你有啲咁呢度嘅 law 咧，呢度嘅 law 係全世界一樣嘅，都係 common law， common law 嚟嘅。馬來西亞嘅法律咧係跟英制法律Commonwealth Country 英聯邦的法制，因為其實馬來西亞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是跟香港的法律咧係相差無比的，相差無比無幾啊，相差無幾，相差無幾，無比。即係如果專業人士就可以考慮一下，即係有啲consultancy 嘅工作啦，係嘛？咁有啲乜嘢行業係馬來西亞係特別想發展，或者係我哋可以研究一下投身落去嘅咧？投資落去咧？我認為乜都得啊！你認為乜都得？生意冇分邊一類型嘅，最緊要你專，你放心機。係。我睇唔到咩問題。呢啲就係生意人講嘅嘢。係啊，其實都係㗎，係真事嚟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做生意或者
marketing， 其實你乜嘢 product 去到你嘅手，都係嗰一種嘅生意嘅概念啫嘛。係啊，攞個心去做就得㗎啦。攞個心去做就得㗎啦。因為心係三個點勾上嚟㗎嘛，易經嗰度都離唔開三個字，就天人地啦。天人地，天人地，天人地連上嚟，勾上嚟，呢個世界係你㗎啦，你嘅心就係全世界啦。啊，你攞個心去做。好犀利喎！翻佢平時嗰啲鬼馬出咗嚟啊！佢猛咁投訴我，盞燈係咁照住佢，睇下擺俾人照。啊！我哋今日咧情人節咧，香港有個笑話，希望大家都收唔到，成日收唔到花，因為而家香港咧就最驚咧就係個肺花咗，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個肺都冇花，同埋咧希望大家都收唔到花咁。咁呢個就係香港人都好有幽默感，好中意苦中作樂。咁啊，我哋希望即係香港人就加油啦。咁啊，我諗大家而家都聽緊好多嘢，馬來西亞人都係。被英國統治過啦嘛，響西方呢個歐洲嚟講，英國人係比較幽默嘅，可能有呢啲咁樣樣嘅有啲咁嘅血統，有啲咁嘅genes 擺咗落去我哋嘅教育裏面啊，令到我哋好中意自嘲或者係嘲人哋咁樣。其實特多咧好中意講笑嘅，咁啊好啦，我有機會再同你傾下偈，因為我都會好多關於馬來西亞嘅嘢請教你嘅。好，多謝曬 ，thank you， 多謝你今日請我食飯。